我觉得演员首先就是真诚和投入度，只有这两件事情是骗不了人的。观众其实他说不出那些道理，可是他直观的感受会很清晰，所以这两点是你可以骗自己，你可以骗所有人，但是你骗不了观众的。等不到冰雪相拥，终因为水旁那一盏前程，就是筹谋轻重，替我将把桥流供奉。来世在数月明争，也许还能到生。学生一定带着他和少女一起回来。天意总将人捉弄，怎能和身不由己轻重。对于我来说，爱就爱了，谁还会在我心里回眸？为了相信那个女人就是我妈，我用我剩下的生命在。我不可能那么一直没心没肺下去，要挑起责任，也要变成一个孤家寡人。候鸟虽然了不起，但是纵欲当今对手程度的除了看之外，还有同龄人类上学死了。一条命换了四个人，赚大了。我想为了这些人跟这世上的道理斗一斗，告诉那些大众，他们不是草芥。把自己的人生一段时间交给他了，然后也替这个角色活过一遍，所以说在我心里面都是跟从我身体分裂出去的一样，没有特别偏好哪个角色吧，想选择一些以前没尝试过的角色吧。